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，好的，来玩这一款，APEC Conquest 2，史诗征服二啦，那看起来好像没有中文，我们就用英文吧。好，有一就有二就有一嘛。那你输入 APEC Conquest 都会出现。都搜寻得到，哎、欸，这边有设定，不知道有没有画质哎。还说只是设定语言，好，那二代的话是100万加下载次数 ，Play 商店；一代的话是500万加，我都没玩过。这一款最近有更新啊，11月18号有更新，然后是2020年年底发布的。Kako Games， 好 ，Kako Games。正在下雨是不是？一个身上有雪的一个小女生，最后希望吗？好像不能跳过哎、欸，我就看了一下最近有什么更新的游戏，就来玩玩看。这样，贝拉是不是？二次元这边是3D。那我们跳过吧。好，直接跳过对话，反正也没语音的样子。有点慢啊，这个开启游戏也是等了一下。我看那个游戏画面是，类似这种。MMO 可以移动啊，然后到野外去打怪，在村里面有 NPC 可以对话，这样感觉比较偏单机吧。画质 high， 那我们就 high 吧，60帧是不是？就用预设吧，反正就 high apply 一下。就是控制声音 ，camera， 这个应该是要联动，是不是？可能要联动账号，还是要去他们的网站？我说可能要去他们的网站，因为 account 才是联动啊，要 link 信箱，还有那个或是 Google Play 账号的样子。那语言我们刚好设了，只有英文嘛，其他的印度尼西亚，其他的不知道 ，coming soon。大概不会有中文啦，如果你想要玩中文游戏的话可以跳过了。Capcom 任务，主线任务在这边，然后每日任务哦，签到。如果穿越到西游世界，看广告是不是？哦，好吧。好，看那个30秒的小妖问道啊。你没有告诉我这边看广告啊，你呀、啊，真是的。好好好，那怎么玩？不知道。我们先设一下摇杆。然后
在村里面先闲晃一下。有一些 NPC。Good day to you, lady。欸，我们为什么是 lady？ 我没选啊。这角色是固定的，名字也是固定的。好，这边点的话，它有一个提示，我们要去接任务。我看看什么任务啊？看不到。它这个读取比较慢，切换场景也比较慢。跳过，就是至少我们去野外打打怪啊。啊，我以为他会丢任务给我们呢，只是在这边讲话。好，去南方的什么 Outer Strikes Location。好，一样。这边有那个七日签到，然后这个是 Half Fix， 最近有更新啦。你看11月18号有更新嘛，还有11月17号，今天是11月20号啦。然后这个是调整你的远近，只有两段吗？好像只有两段了啊。这个是 Help 是不是？哦，问说我要怎么去这个是不是？那边需要一些帮忙，我们必须赶快到那边去。啊，这边有我们的 status， 我们的状态。啊，这边还有好几只可以练吧？我记得。那这边还可以加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离开游戏哦。Party 有没有？你可以有其他角色。哦，谢谢再联络我。140、130、130，这只55块比较便宜，55块已经买不到一个便当啊。好，这边有一些提示啊，惊叹号是不是接任务吗？有一个 map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。我们在这嘛，这边好像有红宝石。然后有一些对话，一些 NPC， 这种是漩涡是不是传送啊 ？Checkpoint， 我们现在骑士什么骑士的 Hail Hall， 直接查一下，那为什么翻成大厅？骑士大厅，骑士广场好了，蛮像广场的。好，不知道往哪边走，对不对？好，点一下，它有提示。通常广场会有喷水池啊，怎么没有喷水啊？喷水一下嘛。不知道拿到什么钥匙。好，一个单机的游戏，单机的 RPG 游戏，有角色可以养成啊。好，直接出去，我也是第一次玩。不要因为他英文就怕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一些简单的英文而已啊。好，地图。哇，这个地图 ，MMO 不是 MMO， 这 NPC 有过多的啊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都讲一些没什么用的吧，可能都讲一些比较没用的。没办法瞬间移动啊，只能说这个游戏要慢慢玩。这边有检查站呢，这在检查什么？好，我们要离开了。好，到了这个 Outer Strikes
斯克尔斯。好，这里。哇，就说它读取，比较花时间。不会要清小怪吧？我们的南瓜田，我们的花生田，我们的玉米田，我们的番茄田被小怪物给破坏了，需要我们去那个把他们干掉一下。就派一个 Lucky 来，嘿，对，我是 Lucky 骑士啊，菜鸟骑士。有个女人 Woman， 一个男人 Man。嗯，跳过。好，继续跳过。好，来了战斗，基本战斗，然后这个是不知道了，可以闪避是不是？还是怎样？冲击哦。好大声啊！游戏有打击感哦，而且是那种刀刀见肉的那种重砍。哎、欸，也太快结束了吧？这个战斗，哟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还偷射我。它是进入副本模式的战斗，不是在地图上有怪这样。好，捡东西。好，这边有两个怪物，两种怪物啊。要撞它是不是？哦，有晕它，可以晕他们。我是重骑士啊，重砍。那这是大只的，它就有霸体，有没有？你看它那个白色的条一直在那边，好晕了。就它刚刚血条下面有一个白色的那个，大概像它护甲值吧之类的。把它破掉之后，它就晕了。我们现在是普攻跟那个冲撞而已，然后其他技能都还没有出现。RPG 养成嘛，慢慢来。而且这一款给我感觉是很慢很慢很慢，节奏非常的慢。想要玩这种慢节奏游戏，就玩这一款吧。如果你喜欢那种放置挂机快节奏手游，这不适合你，真的不适合。你看我玩了13分钟了吧，才打怪而已，前面都还在摸索怎么在城里面闲逛啊，接任务啊，跑来跑去，东砍砍西砍砍。那他花钱的部分就是那个啦，解锁角色啊，解锁伙伴要花钱。好，那我们就通常是要回去回报嘛，但是目前没有马上传送，有的那个韩国 MMO 这边可以直接传送，因为我就回去耶。那这个游戏没有，谢谢，谢谢再联络。不用跟那个村民回报吗？村民不是不爽，说派菜鸟来。好，我们继续回报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直接跳过，直接跳过那个走路那一段。好久没有回蒙德城了哦，原神里面的蒙德，蒙德城。对对，原神可能20年后是一代人的回忆啊，就是此时此刻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学生啊、高中生啊、大学生玩玩玩玩，然后可能20岁之后，哇，好回忆原神的游戏又跑出来了，复刻原神又跑出来了。没有，我讲这么多的前提是原神也不会倒啊，会倒吗？不会倒，不会倒就不用复刻了。就原神二。原神三跟天堂一样，天堂一、天堂二、天堂 M、天堂 W、天堂二 M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是头比较大、身体比较小的那种比例，3D 啦。然后这边是比较正常的比例耶。
他也有困难了，我们要帮他。妮娜，妮娜。这款单机哦，不用创角色，不用创 ID， 这个 ID 都固定的。那我们跳过剧情，大概又是去跑跑腿啦，打打怪啊。MMORPG 就这样了，只是这没有 MMO 啊，就单机单人 RPG。好，这边是。什么武器？我们要去用武器，是不是？没有武器店。我看一下地图好了，我在这是吧？对，我们要往下。哦，我们要去 Blacksmith 是不是？我们要去铁匠铺啊？铁匠铺在哪里？我哪知啊？铁匠铺在哪里？这边有个绿色惊叹号，不知道。卡关，这边有问号啊。妮娜的 sister 在某个地方，哦，我们必须找到她，在那个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她是这样讲啊，啊，这可能是支线任务吧，绿色金刚号，她的鸟怎么了？不见了吗？她的鸟不见，她去找鸟。OK， 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如果想玩的人就来研究吧，看要怎么解这些任务啦。反正这感觉是主线任务，然后我们刚刚那个支线任务，那我们就是要去找武器店嘛。你在那边闲逛一下，有些摊位。找那个史密斯啊，工匠店，可能是工匠店。对啊，你看。有工匠店，买下东西吧，买这个铁剑啊，买下去了，耶、yeah, ！我们买了一个铁剑呢。Goodbye。好，我们来装备一下铁剑吧。没有教学啊，自己研究。好，装备有没有？铁武器、头盔、盔甲、手套、靴子、腰带、双腰带还是这个项链呢？不知道。那我们要去找一下那个史密，不是史密斯，那个妮娜的姐姐，可能在城外，是不是？好，完成了。你看，他不让你出去，他要你去买武器啊。那你就去找铁匠铺，他没有像那个免洗的漫步啊，一剑帮你寻路，你要自己探路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喽。我们这边有。Party 啦、哦、有些角色还没有开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